老板，对不起啊，社团突然有事，我来不了了。他是不是告诉你他有事去不了的？你要不要来参观一下他的真面目？马依然之前约过别人，连约上才约的你。我之前没有当面跟你说，是因为我害怕伤害到你的自尊心，所以我想要谁要自尊心啊？我知道我是备胎，我就是个傻子，我喜欢一个人难免。我为了他来了这个学校，然后我才知道我在他眼里什么都不是。香港如意牌的千里之牛，如果你还没有消气的话，我可以抹在我的眼睛上。眼睛会。